跟住將俾佢之前，我聽啲咗先，俾咗錢先嘅，我費事。喂，老闆啊！佢係 PD 嘅嘛，我已經想俾錢。大根姐啦。华东花园，我下次先，冇钱嚟嘅。The next stop is Orange Garden。下一站是华东花园。请紧握扶手。佢话请我食饭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请紧握扶手。哎呀，有冇錢啊？你啊，梗唔係自細嘅，條街都係賣，我哋西條買嘅。Thank you.
張地台做個 copy， 咁佢咪可以兩條試一試咯，入都過嗰兩站可以免費泊車。咁我咪同佢講，咁左邊有啱啱開門就靠我哋入口，你縮佢兩張角，跟住佢話：你做啲嘢我諗你諗法，你心諗你都唔得發脾氣，但係我都唔知幾時好翻嚟買嘢。就算你買一件半件貨，都唔會有停車場，最低消費可能要相當於過二三百噶嘛。晨早開門，可能個頭髮一兩套嘢冇翻白，咁邊有錢？
须打出通过转车站，请乘客紧握扶手。巴士即将减速，通过转车站，请乘客紧握扶手。请紧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请紧握扶手。我之前跌了多方向，所以我跌了，话有合理，所以我不快。
係啦，冇錯。你摸個分身先。
Thank you.
下一站设有分段收费，下一站是港澳码头。The next stop is Macau Ferry. 下一站是港澳码头，请紧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请紧握扶手。
下一站是海港政府大楼。请紧握扶手。请紧握扶手。